除了业界说我是大炮，另外一个年轻的大炮，主要是承接他的衣钵啦。你当初一直骂人家的啊？没有，只有说我们是充气娃娃。你还记得？你怎么那么记仇？你当初可是左打 F 四，右打飞轮海。我是顺手来了，今天碰到我的粉红猪，现在摸你就会有幸运了。那你对我顺手来了一年有什么感想？完蛋了，我其实没有看。你看，诚实，因为我每天除了放小孩，我就没有时间。人家很忙。对，但是我只能说一定很好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顺总讲话很机车，很犀利。你讲机车就机车了。欣欣姐可以讲实话没关系。他讲话很机车啊，他一定一针见血，而且他不会留余地给我。我以前就很看好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、我主动跟你认识。20年。对啊，你得奖的时候，哦，我开心的不得了。对。但是你真的很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得了银牌还说我不涨价？讲说不涨价了，还是努力想要骗一下。钱呢？如果是我立刻涨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游戏派就很开心了。真的哈、哦啊，而且你看，阿尤林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？你真的演得好好哎、欸。我就很开心遇到好剧，对，然后很可爱的一个 team， 害我跟着追戏，他自己觉得有那么多孩子好不好？蛮热闹的，其实。你这婆婆那时候好委屈哦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我都被欺负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我们要祝悉尼永远都是快快乐乐，永远都是快乐的粉红。也祝孙总还有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呀！拜拜，谢谢粉红猪。哎，今天搞得我好像在吓你，我自己一起床在看几点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套真的是厉害，这一套真的是厉害，这一套真的是厉害。他两个哦。孙总今天来参加宪哥嫁女儿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宪哥说？从来没有参加一个婚礼这么紧张，因为 Sandy 的邀请卡规定很多，不可以全黑，不可以全白，不可以全红。你知道我准备这套衣服准备好，我还赶快请我的经纪人跟他经纪人确定一下可不可以。但是我对周宪半年嫁两个女儿，我真的是替他很心痛。我是爸爸，我也心痛。今天呢，相信有非常多的艺人都来到现场，也祝 Sandy 永浴爱河，祝爸爸吴宗宪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的儿子来了，这是又上垒黄金档的主持人，上垒嘉宾。对，孙总来了一年的频道有什么看法？一年来哦，我觉得老爸做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替他非常开心，因为他在做他自己。嗯，所有的内容都是他真的有感觉、他喜欢的事情。嗯、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。做的过程，不管跑再远、再累、花再长时间，他都乐在其中。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活到这样子，其实是最开心的。嗯，那中信有支持你吗？健哥支持啊。那是我现在就去打他。对，超帮忙的、啊。真的吗？对，性格超帮忙的。所以我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开心。我自己算过，我的一线主持人加小刀现在一共10个，十全十美。老爸厉害了哦。嗯，对啊，谢谢老爸。也难得看一个40多岁的越来越帅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，谢老爸。除了业界说我是大炮，另外一个年轻的大炮，主要是承接他的衣钵啦。你当初一直骂人家的啊？没有，只有说我们是充气娃娃。你还记得？你怎么那么记仇？你当初可是左打 F 四，右打飞轮海的。没办法，小 T 要经营自己的艺人，一定要这样。千五六说你不要再骂别人，我说他先给我就不骂。打不过就买下来。对。那你对孙总来的频道有什么看法？有很多可以学的地方。你已经没有敢讲了。如果讲的有技巧，孙总很可爱。你确定吗？安全，真的。那哪天要来我频道玩？好啊。哎、欸，底下留下 line 啊。谢谢啊。不会，新年快乐。哦，我没有想到他这么记仇。各位，这个是 YT 大大大大大大，只能大到不能再大的木曜。谢谢孙老师。你叫我孙老师，你叫我去圣应该要叫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尊重。哦，尊重。比方说，像在这个业界，算是在这个 level 里面是非常 top， 你发掘了多少人？所以台哥，我应该怎么样学习你？像你的流量这么大？没有，这个我们也是靠我们的 team， 真的是整个 team 的帮忙，一年轻人的出力。我都一个人来哎、欸，而且我进来又是最难的时候，所有电视台都进来，我也快破10万 ，OK？ 对啊。很厉害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慢慢一点点累积，不要管它的流量来源。
他这就像一个交朋友的态度，服务喜欢我们，所以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对，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服务喜欢你的观众，那我们不要去管酸民讲。对啊，郭哥我一直约不到的，因为我去孙总来了，我的频道啊，你有孙总来了，你啊，哎呦，他不知道啦，茶几男主角了不起啦，哎呦，你还知道我有看啊。好了，孙总来了，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干法。这一年啊，活着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。还有什么看法？走一天算一天啊，哪知道待会会怎么样啊？对，知道你还茶金呢，管他什么茶金。谢谢两位前辈给我的指教。不敢，您才是大姐。啊哟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，你敢给我装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刚刚远远的地方，我看到一个很像面包超人从我面前走过来。哇，这面包超人换衣服了，换白色衣服。那个口罩可以整个挤到那个脸，整个浮起来。但今天帅，帅哦，今天帅。对，可以哈。这鞋子会不会太久了？你也知道，这鞋子好歹也应该有20年以上。以前就在宿舍，他鞋子在那边啊。你看我多勤俭持家，那你对我这一年的频道你有什么看法？我都有关注哎，我觉得频道有温暖，有好笑，有爆料，然后有激情，有温馨。所以我还要怎么努力？为什么要问我呢？你是我前辈。那你们比我红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YT 前辈。哦，你看我儿子对我这么好，你看到没？我现在衣服穿的都他的，还好我穿的还不难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孙总很适合这个衣服，无所畏惧，刚毛 feel。不管今天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要勇往直前。对，勇敢的活。我们不就都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对，我们彼此努力啦。对啊。好。干嘛要装呢？明明坐同一桌，还是会装。孙总来的频道开了一年了，你们两个有什么看法？很棒啊！不错啊！他妈的，脍炙人口，从没有人到有人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从零开始做到今天破万，快10万的了，破万。那么现在即将要进入要百万，但是从10万到百万，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。对不对？漂亮，好朋友就这样。对，你要多多订阅啦，要分享。你 FB 弄那张照片，你说你像谁？你很恶心。孔刘，台湾孔刘在这里。他又换了。孙总换很多。对啊，各个不同的尝试，就像孙总来了。有什么建议吗？没有，很好啊。确定？继续保持初衷，我觉得这样会很好。好，保持初衷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一年了，孙总来了频道，你有看吗？有。你确定？我有看过。没有看不起？我有看过，我当然一定有看过。你看到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没有建议，因为你表现得太好，为什么没有建议？你让我们这样太虚伪了啦，刀哥。我很大那个，我会太抢风采。不会，太棒了，刀哥，因为有你才精彩。真的你们都没 C 很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没有 C 啊！我那时候正在睡觉，你懂吗？对，我看得出来。所以我就洗个战斗澡，赶快弄，好，赶快来。那频道很赞，真的吗？对。所以也有空来玩一玩啊。好，可以。OK。好，谢谢。麻烦孙总再发我通告。好，这是我敬爱的伟忠哥。不敢。那我 YT 你有看？一定没看。你这么忙，日理万机。我有看微呢。真的吗？对，那您是综艺教父，对我有什么指教？你不要开玩笑，我怎么敢指教？你指教一下。没有，快乐就好，新年快乐哈！我现在只做我开心嘛，对啊，快乐就重要。好，那祝伟忠哥一切顺利平安。谢。OK， 拜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你上次还有跟香蕉还去家玩，对。我想说哈，香蕉什么咖都可以去家玩。今天邀请你，那这是我自己邀请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励志，他很棒，他很开心，说他从来没有他的一支 YT 被这么多媒体转载，他蛮厉害，他自己买房子啊，干嘛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他的频道？因为他去，对，因为我想说他什么咖，那我不去。好，那边邀请你来哦。要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你看，这是仙女的口罩，不是比较好？有没有？比较大，我大。有。罗志祥，对不对？加肉就没跑出来。对啊。他就说一样啊。有啦。他是不是要害我？有啦，他比较好一点。现在我来到最幸福的一对，我的小贤跟金丹。对啊。哇，真的。我的徒弟在垦丁一号啊，万达在那边表演了。开始驻点了，肯定要。刚开始弄完的那个。对。所以你应该要下来。对，我去找你。因为现在那边都没人。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要去选。很久了。他已经孙总一定不记得了。谁会选上他？我们五六的再丑也不要金刚。他优点很少人知道。
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们在垦丁现在活得很开心哦。欢迎，真的吗？看太阳，然后看月亮，然后吹落山风。对，就这样与世无争。还是要打仗啊？还是要打仗？每天叫鸡这样。鸡翅我知道了。叫鸡拔毛。来鸡拔毛。我一定到垦丁看你们。对啊，因为万达这边演出演出还不错。OK， 好好陪伴我一下，他们知道我缺温暖。当然，对啊，要啦，谢谢。这是我的前辈，没有前辈啊，后辈啊，后辈，前辈，后辈。我已经一年了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真的是频道非常成功，很多人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还去住饭店啊什么的。你不觉得那人家疫情很可怜，我就帮一下吗？我都没有收业费。真的，真的好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最近好吗？感觉对食欲比较好，给我建议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这个频道，新年一年大家都赚大钱。你知道我说我为什么要跟关少文靠这么近，跟他靠在一起我脸都不大。好烦哦、喔、对，要加油。好，谢谢孙总，不畏惧啊，谢谢。唐老师，你有看孙总来的频道吗？哎，还没有。你以为唐老师了不起啊？没有了，太忙了，太忙，认真工作了。是，要不要看医生？看一下有没有建议可以的。好，我们要中国加油啊！谢谢我的好朋友。你好忙哦，你为什么那么忙？要排一些事情。真的是大佬，大佬还需要调事情。你有没有看过孙总来的频道？看近。这表示没看呐、啊。我说祝福，我倒能说什么？希望你的节目长长久久。你很官方哎、欸，你现在不是官方在拍摄吗？哎，我们交情这么久，你又官方，我不接受。孙德龙先生他玉龙晚在，人家的喜宴讲的什么话？啊，你说啊。孙德龙先生生前其实照顾很多很多的，有比较好吗？帮助了很多很多希望力争上游的有才华的年轻人。他现在终于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，所以我相信你们大概花个五六年就可以把他的才华看完。谢谢我的好友，我的好友的节目超级好看，我都有在看。没想到他饱读诗书，还好，我也觉得你还好。谢谢。讲的不是我 ，I don't care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过后来他跟我很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所以我说你们真好都不记得。